当然呢，收藏了上万把名家大师的名壶。鹏哥，现在什么感觉？我看脑门上出汗了。我觉得这是我泡过最难得的一泡茶，可能此生也就这一次机会。Hello， 所有的小伙伴们，亚鹏哥专门从北京来看我，可不是来看我的，他今天要看那把顾景舟大师一个小目标的茶壶。哎呀，来，鹏哥，欢迎，来，我哥们，你还搞这么正式吗？亚鹏哥来了吗？有朋自远方来，来敬他个茶，规格有点高啊。谢谢。你那壶不是在这儿吧？这不是中午了吗？咱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一定让您看到那把壶。Later， 这个馆呀、是我们的一个文化艺术馆。鹏哥心心念念想看的那把壶都在这儿，在里头。来，走，这里边呢收藏了上万把历朝历代名家大师的名壶。更精品的在我们楼下，这下面别有洞天、无秘密式展示。来，行。众所周知，紫砂壶源于供春，玩壶很多年的藏家都没见过真正的供春壶，这一把传说中的供春壶。这两把都是吗？是的，这个是陈仲美的一个小瑞兽。如影所现。对的，这个柜是什么专柜？制壶有特点的两个名家，陈仲美和施大斌。这就是他们当时典型的器皿之作。印象留长那一把，我是在中国国家茶叶博物馆见过啊，一个类似器型，包括尺寸。这个就是传说当中顾景舟的进一个小目标的松鼠葡萄实践套。不经意间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是啊，这个器型比我想象的大。以前因为我只看到过图片，从图片上看没有这么大。顾景舟大师是光火大师，他做素壶登峰造极。这套壶问世之后，不光是素壶光火大师，也是花火之王。您看这里边松鼠葡萄惟妙惟肖，枝叶灵动，就好像几只小松鼠在葡萄架上上蹿下跳的。我们一会儿真是要拿这个壶来泡茶吗？是的，咱们现在就把这壶请上去。走，壶王来了，那就我真的开炮了。好，开炮。带内釉也非常的少见。亚鹏哥的手在抖，你别制造紧张气氛啊。先用我们的好书院造，我们的白毫银针，白茶里面最顶级的。怎么样，鹏哥？现在什么感觉？我看脑门上出汗了。还没喝茶，已经开始出汗了。鹏哥对泡茶是很有讲究的，用多少度的水泡多长时间？大家发现没有？鹏哥的手一直在抖。我没有抖，没有抖，尽量不抖。喝完这泡茶，它就不是水了，是茶水。我今天来啊，除了带了我们自己那个白茶之外，真是为了我表示我的感谢，也表示对这把壶的一个尊重。我带了一泡70年代的一个寿眉。好壶配好茶，此生无憾事。也感谢鹏哥，它是散装茶，这么多年保存很难的，所以它是有一点碎。反正寿眉你从它那个颜色是能够看出来，自然发酵时间越长，它那个茶的颜色就越深。70年的老寿眉也相当少见了，因为我也喝了很多很多很难得的茶，我觉得鹏哥带来的老白茶，70年代的那种的年代感已经出来了，入口有药香，但是回甘是香的。其实茶呀、酒啊，都是一个意思。作为这些老茶和新茶，新茶也能泡出这个颜色嘛，但是你就看不穿的就是它的那个浓稠浓厚，你就感觉它的颜色就会更深沉。这把壶是1955年，对，55年。这泡茶是70年代，我觉得这是我泡过最难得的一泡茶。评论：每回看到李亚鹏，我都想，王菲是被人下了降头了吗？李亚鹏谈过的女朋友，我可都喜欢了，王菲、周迅，等等。王菲的眼光也不咋地呀、现在喜欢的谢霆锋也就那个样子。这水是用电水壶烧的，希望用的不是火电，影响口感啊。火电虽然比起风电少了点轻盈，水电少了点温润，但是比核电还是清澈很多的。核电灰飞烟灭。两个女明星的品味也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嫁了这两个人，国男的基本盘也就是这样子了。
明明是高雅文玩，咋的这么油腻呀？文玩是用来装逼的，文玩本来就是油，故弄玄虚，史上雕花。楼上的你会说话，请你多说一点儿。故弄玄虚，史上雕花，都是装逼的高手。太油了，不看结局怎么样了？服务员给茶壶摔碎了没？跟他计较吗？不少的北方老板都有这么一个会议室，可以不可以把不少的去掉？南方也都这样啊，甚至家里都有。惺惺相惜呀，惺惺是指大猩猩那个猩。嚯，这油的一整壶洗洁精都化不开。昨天听说杨紫拿奥斯卡影后的新闻时，我就突然想起有个早年网红商人杨紫，怎么好久不出场了，今天就有了，心有灵犀呀、啊，还有陈光盘呢。是的，拿了琼奥斯卡，海南的南斯卡奖。这俩在一起能炸几斤油。我看过李亚鹏直语那个视频之后，就没办法直视他了。妙玉道就剩这一个，你可以吃的这一海。宝玉嘻嘻的忙道：“吃得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谁吃得了？也没有这些茶糟蹋，岂不闻一品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囊。”蠢货，三杯便是引牛引骡了，你吃这一海变成什么？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你们别侮辱乡村企业家了，人家也是真干实事儿的。我飞姐前夫是窦唯，现任是谢霆锋，中间这位你怎么了？怎么拉低了平均值呢？旁边的女职员真的好煎熬啊！不是职员，杨子他哥的女儿，杨子的侄女杨帅。紫砂壶上油，紫砂壶能上油，谁能懂？那个楼门口的汽车电动门是啥意思？有小偷来也挡不住啊！关键还是不锈钢的，我怀疑是挡宠物的。这两人终于碰头了。我都没开生日卡，有必要开生日卡吗？看人家这个啊，仿照的这个领导们的这个会议室啊，坐在这里。就是这点基本。